习篮球的过程当中，您觉得激励您最大的是什么？是什么让您一直努力练习和进步？因为篮球收获了很多，篮球带给了我很多，所以我想回报它。下一步我觉得应该有那个奥运资格赛吧，虽然就是目标很遥远，但是努力吧。努力的，好，谢谢您，谢谢您。